脾虚阳虚，为什么健脾补阳无效？为什么这位患者脾肾两虚这么明显，去健脾补肾没有效果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患者的问题。患者主诉呢，心慌心悸，欲望低下，同时还伴有记忆力下降，精神萎靡不振，牙齿松动，喉咙有痰，健脾药、补阳药都吃过一段时间，但是基本没有什么改善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一、舌中有裂纹，舌质淡白，说明患者脾虚、阳虚，还有血虚的问题。第二，舌边鼓胀发白，舌尖也发白，说明患者出了肝郁，还有心肝血虚的问题。那脾虚气血生成不足，加重了血虚，脾虚无法正常的运化，那吃进去的补药难以达到身体该打的地方，再加上舌面水滑，说明体内还有寒湿，寒湿为阴邪，更加阻滞药效吸收。综上所述，虽然患者脾虚阳虚，但肝郁血虚寒实同时存在，所以这个时候只吃健脾或者补阳药效果就不会太好。